八音在做布袋戏大师吴文铁在哩贵姓，和全国这布袋戏迷是真感。十九早起举行伊的告别追思会，文化部嘛颁出这褒扬奖状，感谢伊对台湾的布袋戏转型，包含文化创意三个部分，做出真大贡献。颁奖褒扬状。文化保养中，要讲梁文铁对台湾布袋戏的贡献，有被因在主美国布袋戏国宝吴文铁，这个月十二号过身，享受66岁。消息传出后，好多家戏迷拢感觉真艰苦，但因为疫情关系，甲小宝办公室19号上午改以追思会方式开放戏迷来追思。来颁发褒扬状，那感念黄文卓先生在对整个台湾布袋戏的努力贡献。后来他说要退休的时候，我们是很不舍，但是我们也希望他好好休息。可是没不知道说后面会突然的离世，我们也很伤心。吴文铁1956年在桂林关出生，是布袋戏林间国宝吴祖雄第二个囝。也是霹雳布袋戏首席声演大师，捌配音超过4000个无同角色的声音，真侪戏迷拢是吴文铁的声音来熟悉霹雳世界。我想我们霹雳呢会秉承着他的精神呢，布袋戏再发扬传承下去。为了纪念他呢，我们所有的公司同仁都会更努力，更努力。因为文哲，我永远爱你，文哲老师。霹雳国际吴文铁公司表示，为了纪念八音在主吴文铁，将在7月6号至17号，在新北市新庄区国家电影韩视厅文化中心举办咱刚好再见吴文铁纪念展，免费开放民众入场，要继续将台湾布袋戏文化传承和发扬。记者吴宁报道。